好，那我们所今天的分享者是我们的 Will 冠毅。那冠毅其实从数据分析开始，那也这样一路的慢慢的这个推进敏捷走敏捷的这个道路。那今天是他的这个成果的分享，也是他的作业时间。所以将要跟大家分享敏捷教练的潜力激发术，那希望对这个与会的人都有一些的这个帮助跟交流。好，谢谢 Eddie。那大家好，我是 Will。那我今天要讲的，应该说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敏捷教练的潜力激发术。那我相信刚才听到各位，就是对于敏捷都会有一些蛮基础的一些概念。那敏捷之后更进阶的，大家也知道说 CSM 之后，它的下一步会是 ACSM 这样子的一个认证。那 ACSM 到底跟敏捷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今天我这边也会提到一些，他们不一样的地方。那它可以说是一个延伸。那这边的话，我等下也会一并讲。好，那我就先进下一页。好，那今天的 agenda 我会先做一个基本的自我介绍，然后再来就是我刚才讲，我会跟大家讲一下说 ACSM 到底在学什么。那接下来就是半小时会进入今天的一个主题。那怎么去激发，不管是同侪团队或者是你的下属这样子的一个潜力？那最后面我会做一个 conclusion。那再欢迎大家对我分享的内容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任何觉得我讲的不对，或者需要讨论的，也可以一并拿出来提问。好，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那我叫 Will，那我名字因为中文名称是吴冠毅。那我现在总共手上有4张证照，那其实跟敏捷有相关的是前面3张，就是 CSM、CSPO 还有 ACP。那我可以看到，我目前来说的话，我现在是算待业中。那其实我刚上礼拜五刚离开之前的公司，也就是我的这边的第二份工作是Dun & Bradstreet，它是一间。现在变成是算数据公司，那它其实收集蛮多企业的资料，那它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数位平台。那我在里面是做Project Team 的一个 Supervisor。那在这里的话，我就是第一个是我遇到问题是我要怎么知道说我要引导下属，然后激发他的潜力。再来是公司赋予我一个工作职责，就是要我把团队去做一个比较敏捷化的一个引导做专案，或者是做一些产品的 GTM。那GTM 就是 Go to Market 这样子一个计划，因为我们蛮多产品都是从国外总部那边，然后推过来大众化区，所以要做一些上市的一些计划。那接下来的下礼拜我就会到新的公司，那它是做一间 IT service。那就如刚刚 Eddie 说的，现在蛮多金融客户他都希望做一些敏捷，所以其实这间公司也很明确说，它的客户就是有一些很大型的金融业，那它需要做熟悉敏捷这样子的PM 来这边做案子。那所以在谈下来之后，其实觉得蛮符合我现在想要去做的一个需求。那其实我从各位可以看到我下方的一个学习的旅程就可以知道说，其实2016年我拿的反而是 ACP 是最先的，这一张证照。那之前是拿 NPDP，它是有点像是我职涯的初期，我还在摸索说我到底要走产品经理，还是我要走专案经理这一个部分。那所以其实我先去上学了 NPDP，它是一个新产品开发的一个算是一个 framework。那接下来我就去学 ACP。那大家也知道 PMI ACP 它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东西。那所以后来到后期大概2020年之后，我就开始走所谓的CSM、CSPO 这一块。那这边我也想知道说，那既然学产品经理，我还是有一些憧憬，所以我还是先学 CSPO，后面才去学 CSM。那这部分就是让我觉得说，对，我现在就是要更加的着重在像Scrum Master 或者是像专案经理这样子的一个职责上。
那底下可以看到说，其实2017、2019、2020，其实我每年都会帮自己排一个学习的计划，所以其实因为大家也知道说 PMI 或者是像其他市场上蛮多的一个认证，那 PBA 是一个最近我知道长荣这边有在推广的，像那个商业分析师，那我也去学了一个 CBAP， 它也是一个国际蛮知名的分析师证照，那这张非常的困难，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等一下也可以再发问，我可以提供更多的讯息。那2020年我也同时去学了 RMP 有关于那个风险管理的部分，那所以其实这方面我觉得学了之后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考认证，那当然考认证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肯定，那 这部分我是没有特别去考认证，我就是上完课觉得说 OK， 那我基本的知识接着我就是往我主要的目标去迈进，对，好，这大概是我一个个人的比较简单的自我介绍。那在进入说 SSM 之前呢，我也想知道了解一下各位这边目前手上来说的话大家都有拿到像 CSM 这样子一个认证，或者是有相关民间的认证，对。那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打在聊天室的那个聊天板上，那对这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我也可以知道大家现在对于敏捷的一些认知，然后对敏捷的一些计划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自己的一个方向，对，好那好，没关系，我看大家其实都还蛮好。那 Cindy 说是刚考完 PMP 而已，那对，但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发现说我其实没有 PMP 的认证，那应该蛮多人都之前蛮多人都问我说为什么你不考 PMP， 那为什么你直接去考敏捷这一块，那其实我在硕士的时候我是就直接去念专管理的相关学系，所以那时候我是在英国念书，所以那英国是走向 IPMA 这样子的一个有点类似 PMP 啊，那它的规范其实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都跟 PMP 蛮相关的，包含是像 PERT， 那然后像怎么去拉杆啊，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有包含在那一个 IPMA 里面，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我在硕士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学完相关的课程，所以我后来就进入职场之后，我也可以其实蛮多人都发现说其实 PMP 蛮严谨的，严谨到其实没有一间公司可以100%去导入这一块的一个相关的不管是 framework 或者是它的一些方法论等等之类的，对，所以这边的话又因应最近市场上蛮多为了响应很快速的变化，所以敏捷这个又被大家重新拿起来说它这个方法是这个 framework 是蛮有效的，所以到最后其实就真的往敏捷这边走，所以 PMP 这边可以知道相关的内容相关的知识，我觉得也是可以帮助你在做敏捷这一块有更好的一个参考，是。好，那我就接下来我就直接讲 SSM 的 OK， 那可以看到右手左手边这边，这是Scrum Alliance 这边的一个图，那各位知道说 CSM 下一阶就 SSM， 那再进下一阶的话就是到 CSPSM，那更后面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教练级，像 CTC 或者像 CST 这样子的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认证。那其实我在学 CSM 之前，我其实先学了 CSPM， 所以那时候我也在考虑说我到底要走要去上 SCSPO 还是说 ACSM。 那其实后来询问了助教之后啊，其实考量原因其实蛮直接的啦，其实各位可以看到我右手边这边，其实第一个就是学费，那 ACS
PO 来说的话，它的价钱真的蛮可观的，而且我记得目前台湾这边好像没有相关的课程，必须去中国那边去跟他们去那边上课，所以这考量之下，其实我对 ACSPO 这边其实就蛮犹豫的。那再加上我刚才有提到说，我目前做的事情跟我未来可能要比较专注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考量到说我现在的角色定位，以及说我未来的一个职涯发展，所以到后面我就是选了 ACSM 这一块的一个认证，然后去学习更多相关的敏捷教练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那在上这堂课之前呢，我就对自己一个期待，因为我去看大概的课纲，那它其实有两个蛮吸引我的，一个就是 coaching 的 skill， 那怎么去引导，去我们所谓的教练法，去引导你的同侪、你的团队、你的下属，然后让他们得到更多的一个，应该说激发他们的潜力，那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原本明明是可以自己解决的事情，他们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的事情，然后他们可能是某种因素，可能自己没有自信，或者是他们觉得他们太 junior 等等之类的，所以不太敢做。这时候敏捷教练就蛮重要的一个，作为敏捷教练，他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去引导他们，去让他们大胆的是去尝试做他们真的可以自己做到的事情。然后再来是 team building， 那 team building 这一块其实对于我的角色来说，目前职涯角色我可能还没有职权去 build 一个团队，但是这团队就是等于是上面直接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个别去引导。那这一块其实在ACSM 里面，它其实也没有教到蛮多，像有一个像 model 怎么从团队的初期建立到后面磨合完之后，真的去表现出他的一个能力，那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是，好，所以可以看到这边的主轴就是 SSN。 那在 training 来说的话，基本上就会是一个两天的过程。那第一天的话，我们就会比较专注在说首先你要认识这个东西之前，你就必须要认识自己，所以你要知道说 OK， 我作为一个敏捷教练，我大概需要我目前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有什么东西是跟敏捷教练是有相关的，这部分我要怎么去做一个学习。然后再来是敏捷教练相对他就是要表现出他的 leadership， 那这个 leadership 的话不是说一个上对下的关系，他就是一个我怎么去引导，我怎么去激发他们，然后让大家对我来说都是信任的。那刚刚有人提到说自组织嘛，那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引导做得好的话，你的 leadership 是好的话，其实你的团队成员在你案子下来的时候，你还没去问他们要怎么做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去安排说什么样子的 task， 然后以及谁去认你这些 task。 那 这部分在我之前在论体公司的时候，其实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其实那个团队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经验。他们真的是到后面，我觉得我这个PM 或者是像 Scrum Master， 其实我已经觉得说好，我大概就是达到一个里程碑了，我已经是就是我这个角色就算消失，他们也是可以活得很好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成就感其实蛮高的。那再来就是 coaching skill， 那这部分也会在第一天的时候有老师这边也会去提到说怎么去做一个 coaching， 然后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framework 可以去做练习。那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其实就蛮应用层面的，就是当你要作为一个好的 Scrum Master 的时候，你有什么行为啊，你有什么东西是你必须要做或者是你需要做的，那你应该怎么做，在第二天这边会去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探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讲说在SSM 这两天的 training 里面呢，到底有哪些是我觉得非常
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感受是蛮深的。那第一个是自我精进的部分，那可以看到说左边的图这一块，除了就是你身为一个 agent 或者是 lean 的一个 partitioner， 那除此之外，你其实敏捷教练还有非常多的一个技能，包含他coaching 啊，或者是做 facilitating 或者是 advising 之类的，他其实蛮多延伸出去的一个技能，然后以及他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在这一个我们所谓的成长的一个环或者是成长一个圆圈这样子的一个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说非常多的东西，其实我可能目前只是在一个 agile practitioner 上，但是有什么东西是我跟我现在的工作环境或者是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比较相关的，那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必须朝那个方向去做前进，你才会做成长的部分。所以可以看到说右手边这一张这个图来说的话，首先我们会先创造我们的一个自我意识，是我们意识到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边的曲线就是刚开始起来，我就要创造一个认知说 OK， 有什么东西是我需要学习的。那下一步的阶段就是我要刻意的去练习这个东西。那可以看到，可以知道说我刚才提到说，其实我在生涯初期的时候，其实我在产品经理啊，或者是像专案经理这一块，其实我做了蛮多的一个尝试。那所以这边也让我自我认知到说什么样子到底是可行，什么事情是不可行的。那有些是可能我自己能力的关系，那有些可能是我工作环境的关系。所以每个人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人事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是一直做连续的一个创造你的自我认知，然后你刻意练习，刻意练习完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说这东西我可能不适合，或者是我在这种工作环境不适合，那我可能又去对于这个认知，我可能又开启下一段的一个旅程，说那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我需要再去做更多的认识，或者是我意识到我什么东西我需要再更精进的，那我又重新再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我们所谓连续性的一个行为，而不是说只做到刻意练习完之后我就觉得说 OK 我到此为止。那这个图其实要告知大家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你从一个学习中，你从一个练习中，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你下一步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所以这其实跟敏捷的一个精神其实蛮像，就是你要不断的一个做迭代，你不要不断的做一个改善。那第二部分的话，其实就是老师上课就其实问我们说，那你们认知的 consultant 或者是你认知的 coach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我这边自己查了一些资料，就是在 Indeed 这样的一个求职网站上，它其实很明白的讲说 coaching 它就是通常它是用在一个比较 individual 啊，然后它去让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事情变得更好。那 consulting 来说的话，有可能就是，我给你建议，然后我是站在一个专业角色上，我给你一个建议，然后告诉你，直接告诉你说你有什么地方不足，你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改善。它等于是直接给你一个计划书。那这个东西就是他观察到的东西，他直接给你。那 coaching 比较变成说，它是用一种引导式的方式，让你自己自我认知到说，我什么东西其实是我所缺乏的。这东西会变成说，被 coaching 的那一个人，他是自己讲出来，而不是说我直接告诉，不是 coach 直接告诉你说，这东西你就是不足，你应该去改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会比较像是一个consultant 的角色，比较像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所以从这边看出来，coach 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会去影响你的一个行为啊，或者是什么，它是借由这样引导的方式，然后让你知道说你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然后你提出来的东西，然后
他也愿意让你去做一个我们所谓的拥抱错误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善。因为其实蛮多时候大家应该在职场上都会遇到说，其实有时候你跟你的主管或者是跟某某同侪之类的，你刚刚建议说，其实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是你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其实他当下其实应该是听不太进去的。那有些事情就变成说，他真的被第一个他可能被客户念，或者是他真的出了什么包之后，他才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个事情是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前面就可能已经告知他了，所以通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 coach 的角色就是差别在于说，他是更dedicate 去对于这个人，然后他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他去做引导，然后这个人也知道说，他怎么讲？他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然后他知道他现在定点，然后他中间的差距到底差在哪里，然后他才知道说他要怎么做改善。这个到后面会有一张图，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做一个练习。然后再来就是，当你知道你的认知不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计划说我要怎么去弥补这样子的差距。所以就是被 coach 那个人，他就自己去提供说，哎，我大概我知道我第一步该怎么做，第二步该怎么做，才会达到我这样子一个目标。对，所以 coach 就是看着他自己去排定这样的一个 plan 出来，所以 coach 不会去，不会像 consultant 一样去 control 他的一个结果，他也不会去，下比较说命令，然后指示说你应该要怎么做，他就是让你自己去看到你的目标，然后你尝试第一步去尝试的时候，你发现说，哎，第一步尝试不成功或是，那再做一个检讨。然后他去做第二步的一个改进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虽然说有可能是漫长的，但是我觉得他会比顾问的角色直接告诉你说你哪里做错来的更加深刻，然后也更知道自己的一个问题点在哪里。对，所以这边就学到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工具啊，或者是像一个 framework，它叫做教练对话之剑。那可以看到上面，它其实首先你它有其实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步骤。第一个是合同，这边合同它英文是叫 agreement，就是我们要有彼此要有共同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们要有约定啊，我们彼此也信任，所以我们也知道彼此我们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所以在下一步就是你要意识到说你的愿景是什么，然后这个愿景到底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价值。所以价值这东西很抽象，我们要怎么把它变成就是很量化的东西？它可能是某种数字。那这边也会有一个比较大家应该也知道有一个叫做 SMART 的方式，它可以去让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可衡量，然后知道说这个价值到底指的是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再就是，接下来你要怎么去行动，然后去达成你的目标？那最后面你当然就是，你可能会有很，做完这个目标之后，你可能会有很多要感谢的人。那这边是整个教练对话的一个进程。那从头开始来讲的话，它下面的金字塔这边就会跟你讲说，它其实有，算是6个阶层。那最上面就是我的愿景和目标，再来是身份，为什么这样子的？比如说，什么样子？你想要达成什么样子的目标？然后达成目标，你的身份到底对你来说为什么它这么重要？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身份、这个价值观对你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然后你必须去讲，那这个价值观对你来说是正确的，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价值观？那这个又分成，就是像你现在是以及你未来这样子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变化，然后再就是你可能你的能力上，你现在能力是什么？然后你要达到你的目标，你需要有什么样子的能力？所以在新的认知上，其实你就会知道说，你的能力应该要再去弥补，什么样子的能力可以达成你要的一个愿景，你要的一个目标。
那接下来就是你的行为，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啊？你想成为，你想做到把事情做到什么样子？这个是比较定义上的一个行为跟环境，这是我们最初期我们会在谈的。那这个对话之后呢，其实我刚才有提到说，就是接下来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就会很多人去帮助你，或者是你的教练去帮助你。那当然这是一个双向的，你可以你感谢你的教练，那你教练当然也感谢你。那比如说像以我为例子来讲的话，我就是身为一个发掘 team 的主管，那我可能就对于我的 team member， 他告知我他什么地方不足，或者是要看到什么样子的东西，那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要感谢他，他这么诚实的说出他的一些感受，那他也让我意识到说，其实我在对他们做一个领导的时候，什么地方是我可能没看到的，然后对我来说，我也可以变得更好的一个 leader 这样子。所以下面我就是会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练习，这是我真的学完 SJSN 之后，然后因为我们的应该说我们 team meeting 就是每个一对一的 meeting， 我们大概是一个月一次。那我们公司来说的话，之前是每一季会有一个 review， 那总共是反正是4个 Q， 所以一年会有四次。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去打统计，所以有点像是如果你在房间有听到，应该有点像是我们所谓的 OKR 的方式，就是上头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然后一层一层这样执行下来，然后你要去跟你的 team member 讨论说你要怎么达成你的目标。所以其实跟刚才提到教练对话之间，其实用在这一块上其实非常有帮助。那这个帮助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的一个练习，就是这边我就是我们有一个 junior 的 PM， 那我这边就简称叫做 Z， 那我自己就叫W。 所以我就刚开始就说好，那最近一个月状况 O 不 OK， 那你现在执行的案子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或是你有觉得不足的地方。那这个 PM 来比较 junior 的 PM 来说，他就跟我说他因为他才刚转职成为一个 PM， 所以他的经验算是蛮少，然后他也自己认知到，所以他蛮 suffer 的是他在会议上其实蛮多人就会问他说，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你的 PM plan 是什么，那你要怎么去 control 这个会议的过程。这也是他遇到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别人问你的一个计划，你的进程他可能没办法可能百分之百的掌控，所以接下来就开始有点一团乱，就会大家就开始各讲各的，每个人都会充分的发表他的意见，但其实如果没有去做一个好的 control 的话，其实这个会议就开始做发散，所以到最后其实没有一个结论，这也是他那时候发生的一个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先从他的一个叙述里面，我就先跟他做的一个 double check， 就是说好，那你现在是不是想要有条理的去掌握你的会议过程，然后达到你的会议目的？那他也说是，那我居然就请他说好，那你自然知道你的目的想要达成什么样子，那这个目的对你来说是你变成一个比较我们所谓 senior PM 来说，它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一到十分来说的话，它目前会是几分，那未来你想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分数。对，所以在这时候他就说 OK， 我现在可能是五分，未来我想达到七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分数对他只是用来让你有一个量化，知道让你心中有一把尺，说哎，我要到进步到哪里，但其实这个定义我们不会特别的去描述说哎，什么叫做五分，什么叫做七分，所以只是想让他知道说 OK， 五分是他位置，然后七分是他的未来想要达成的目的，所以他就想说他可以向其他资深的 PM 掌控，就是讨论的一个节奏，然后知道怎么去归纳重点，以及后续的一个 action 是要怎么样。所以他的目标就是现在目标是非常的明确，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这样子对你来说很重要？因为就像很多人也有可能遇到一个状况是，
到最后都是主管决定，而不是 PM 决定。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说 OK， 我无所谓，反正就是反正主管做主。那他是比较这个 PM 是比较我们说他是比较有企图心一点，所以他也想做好他的位置，所以他还说这样子他不会一直依赖 PM 的主管，然后增加我这样子一来也可以增加我对他的一个信任。所以我其实也明白告诉他说，对，其实我有看到你这样的现象。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对于要达成这个目的，然后你现在的状况，你有什么？你自己对你自己有什么想法？那其实这时候其实他也遇到一个问题是，因为他可能经验太少，那他突然也不知道说他要怎么去表达，然后或者是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其实这时候就讲他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就一脸很懵的这样看着我，然后我就说 OK 没关系，就是。你既然提出来，那就是一个很好开始。所以我第二个练习是，左边这张图是老师上课放，其实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过去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分成上下午来做一个练习，所以他就说，OK，这是过去的事情。上午的话，你等于是你可以从，应该说他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依照刚刚的例子是。这个过去可能就是他当初他在开会的一个实际状况，他发现了他什么地方是不足的，然后他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他甚至被大家逼供说到底案子接下来要做什么。那所以他在这个会议上，他发生了很多的一个状况。那我就跟他说，OK，没关系，那你试着你是一个旁观者，你站在这个上午这样子的一个。外面的一个角度去看待你这场会议的时候，你会给你里面那个会议的自己，你会给他什么样子的建议？那其实，我在做这样子引导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信心，因为毕竟也是第一次是这样做，所以，说实在话，那时候去引导这样子的时候。我也没有预期说他会讲出，真的对他自己有帮助的一个内容，但结果是他给的东西是非常具体的，而且他因为这样子，我刚刚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观察自己的时候，他其实，在那一场会议的，在那个一对一的时候，他其实心情上可以很明显看到出他就是真的放松许多，然后。他也不再这么紧张，然后去真的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说，哎，对，他当初如果真的就是自己太紧张，反而有点像是自乱阵脚的方式的样子。所以用这样的方式的话，他反而讲出了非常多具体的一个方式。然后比如说他可以学习，比如说时间的掌控，可能每个人发言多久，然后我事先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准备。这些可能就是他当初会议上他可能没办法马上去掌控，但是他从外面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进去的时候，他知道说他其实是有能力做到先前准备或者是时间上的掌控，但是实际上他在会议上他其实有点就是自乱阵脚，所以到后面我就跟他说：“OK，你提出这样的建议非常好，就是你。”很知道说你应该要做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有这么多东西要做，那你的第一步你要怎么去做？那这时候他就开始做，刚有学员有提到说，其实我们要怎么去定义 value 这个东西，然后 value 该怎么去安排？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在学。风险管理的时候，就是 RMP 的时候，其实有学到一个叫做定性的分析，它里面有一个工具叫做决策树。那其实运用决策树的一个，我们把它算成有点像是量化成一个分数，但这分数是蛮主观的，因为这东西有点像是我们的发生几率乘以它的影响。那影响可能是急剧，可能是一到五，可能是一到一百，这是自己定义的。那用这样去。去乘出来的一个数值，
那这个数值当然有可能是分的数字越大，可能它的优先级就越高。所以，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对他说：“OK，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加减乘除的一个运算。”所以，我就是想用，比如说第一个 task task 可能是要做 OK，他要去掌控他的一个时间进程。那我就是说：“OK，那这个时间进程对你来说多重要？”然后你觉得你会搞砸的几率到底有多高？所以乘下去之后，它可能这个乘出来的一个分数可能就是十，比如说十这个数字好。那另外一个 task 可能就是，它要先做事先整理。那如果不做事先整理的话，它会搞砸程度有多高？所以这样乘出来的话，它的数字可能是20，那它可能优先级可能就是比时间进程这样掌控的一个优先级再高，所以他可能第一优先就是要先去做事先的准备，这样子一个概念去帮他排出他的优先级出来，所以他就很明确知道说他的第一步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回到刚才讲的，就是当你的 team member 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优先级之后，coach 要做的事情不是告诉他说：“我觉得你的优先级不对，你的这个 task 不对。”你 coach 的角度会是跟他说：“OK，那你就去试吧。那你试，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去做调整。”那刚刚有提到我们的 review 是算一对一 review 是一个月一次，所以我就说好，那你就试试看一个月吧。一个月之后来看说今天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一个月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样子新的感想？那也可以更了解说你对你的目标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实质的帮助等等的。对，所以后面我也就是跟他说，那也很谢谢你说，那这么诚实的跟我讲说，你看到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这边也可能我也忽略说，可能我在做案子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到，或者是没有给予事实的帮助，所以这边我自己也去，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其实自己也在反映说你有什么东西是没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对话，这样子一个练习，其实在这一个我跟这个 team member 1on1 的时候，其实是蛮我自己印象也蛮深刻，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蛮有用的，也很实际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东西是我当初没有预想到它的效果会这么大，但实际用了第一次之后，我说哇，就是有点上瘾了。所以之后我就可能就是一直在使用这样子一个。我可能用了2次吧。那 team member 甚至跟我说：“没关系，那下一次我可不可以也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引导他？”所以他自己也知道说，用这样的方式对他来说是我，他会感受到我是真的有在关心他，然后他自己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发他自己更多的潜力。好，那我这边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在聊天室，那可能结束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回应。所以刚才有提到说，会议上会遇到一个很混乱的状况，所以在课堂上，老师其实有教到一个叫做 FNS4D 的一个 presentation 的一个会议的一个怎么讲 framework。就如大家看到的中间这个 four parties 这一块，其实进去的时候，一个可能目标一个需求，我们要开始在会议上做讨论的时候，它其实大家有时候就开始发散，或者是大家有时候不敢讲话。那这时候你要用什么样子的工具去帮助大家去发表，然后但是也不至于说太失控。所以以会议上来说，会经过三个流程，第一个是发散。然后中间就是会有一个挣扎期，那挣扎期代表说大家其实没有一个共识，然后应该说它的一个规则，大家要怎么定，把这个规则定出来，然后才能知道说有哪些像刚刚大家提出来的一些建议啊，一些想法，然后过滤掉之后还剩下多少。所以当这个路我定出来之后，接下来下一步就要开始做收敛的动作。那收敛还是会有一些工具去引导大家说，我收敛我要怎么去表决啊？我要怎么去提出我真的对这个案子或对公司是有帮助的一个建议？所以才
后面最后才会产生一个 output 这样的一个内容出来。那这边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其实可以上一个下面的一个网址，然后它是叫 fns.sg， 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算是学我不确定它是一个论坛还是一个学术引导，反正它就会有一个官方网站，然后就特别去讲 FNS4D 这样子一个内容。所以这边其实就很简单，这边是我实际在会议上用过的一些工具，然后里面应该大部分大家都有看到，其实刚才讲的，其实发散区进去的时候，我们会让大家去使用，比如说像 brainstorming， 那 brainstorming 就是大家有时候开始讲的时候，大家开始噼啪就一下子意见啊或者什么想法全部蹦出来，那其实我觉得这时候蛮棒的。然后你看你要怎么，如果是线上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在聊天室，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主持人，你可以比如说你用一个 Word 档，或者是你用一个什么 Notepad 把大家意见写下来，或者是用一个比较像是share 的方式，就是共同编辑的方式，让大家把大家想法写在上面。那我觉得这是刚开始一个不管是破冰啊什么，是非常好的想法。那有些人可能不太敢讲，但是他写很多，尤其是对于工程师来说，其实有时候叫工程师讲话有点像是要他命一样。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建议工程师，那算就跟他说，那干脆你用写。那你写的，你可能表达上你也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我有时候 brainstorming， 我就会请他，不管是有些人可以用讲，有些人用写的，那我们通常会有一个类似共同编辑的地方，让大家去做编辑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是我们可能会配合一个计时，就是好，比如说我现在 brainstorming， 那我给大家可能5分钟的时间，让大家赶快在5分钟之内把你想要写的东西写出来。或者是请大家发言，可能一个人，比如说发言1分钟或多久之类的，让大家有个第一个他可以掌握会议的时间，然后再来是不要让大家无限发散去讲下去，因为有时候有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可能长官或者什么，他可能讲话一讲，他可能就收不住，他就是越讲越多，然后就该讲到其他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可能。比如说，你身为一个 Scrum Master， 你可能要在这个会议上去对长官下这样子一个，只是说可能一个人发言就是1到3分钟，或者是3分钟左右这样等等时间，然后让大家去想出讲出他的一个想法。那接下来有些人可能他有想法，但是他可能比较被动一点，所以当你co-work 一段时间之后，你大概就知道每个人个性大概是什么样子，所以有些人就是需要你去邀请他去发讲出什么话出来，所以你点他的时候，他其实他就讲。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状况是，我们在私底下聊天，就是私底下可能自己 Teams 啊，或者是 Line 上面聊天非常厉害，那其实会议上他反而就不敢讲话，所以。我们那时候如果是我是主持人的话，我就知道说明他有这么多想法，我就可以去邀请他发言。那这时候他就是 OK， 他也会讲出一两个什么样的东西出来。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像不关我的事，所以我不想发言。但其实你去邀请他发言的时候，他反而可以讲出一些真的蛮实际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邀请发言上其实也可以在前面做一个前言，说，你刚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也不错，你可以提一下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也这样的方式下，他也蛮大胆的讲出他的想法。然后再来，如果之前疫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有进公司，然后所以在会议室上面其实可以看一些人表情做一些观察，那有些人就是有点欲言又止这样子。然后有些人有就是脸色可能就是皱眉头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这时候其实你大概知道这个议题对某些人其实他其实是有话讲，所以你其实也可以请他去发表言论等等之类，那甚至有时候有些人可能是漠不关心，
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很刻意的去请他发言。那这时候他其实，因为我们想说在会议上每个人其实都是重要的，而不是有些人在做自己的事情，而是少部分人在做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当有些人可能心思不知道飘到哪边的时候，你可能用邀请他发言的方式，或者是看到他什么样子的状况之后，你就直接去把他给抓回来会议上。所以这是一个发散，我们在作为一个会议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共同发表意见的时候的一些方式。那到中间的一个挣扎区的时候，其实这两个看起来都很陌生，对不对？那艾森豪威尔法则其实就是大家很常听到什么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或是不重要但是很紧急，或是不重要不紧急，这样子的一个四个面向。那艾森豪威尔法则其实就是很明白，就是讲这件事情。所以这东西我们就会开始筛掉一些可能比如说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或者是重要但是不紧急，我们可能就是开始帮他做一个归类。那立场分析矩阵其实也是有点它算是应该说有些是正面会影响到这个案子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他发表的意见会影响到案子，他可能会导致这案子成功或失败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分析立场这个分析矩阵，我们可能就给他的权重多一点，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说哪些是正面，哪些是负面，然后哪些是我们应该要去解决的事情，或是哪些应该再去更加改善的一些事情。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分析矩阵去决定说哪些事情应该我们要先做，其实有点像也是重要紧急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对，那有这样子一个入我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收敛了。所以筛完一些内容出来之后，现在这些内容我们就要开始说哪些要做，哪些可能晚一点做，或是不做等等之类的。那或者是有哪些东西可能还不够明确，所以我们会用 SMART 的一个原则去让它叙述的更明确一点。那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很简单，就是用投票方式。那因为大家都在案子里面，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应该说各司其职，但是都是互相帮忙，所以这部分大家都是用投票权可以去决定任何一个task 的一个动向。对，所以大概会是用在三个区域里面大概会用这样子几种方式，然后去达到今天会议的一个目的。那所以会议目的刚开始就是要明确，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做这样子一个讨论。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model 里面比较重要的三种定义，然后几种方式。对，那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式的话，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提出来，一起做学习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最后面的一个结论。那上完这两天的课程，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刻意的去练习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给我得到的一些反馈是很深刻的，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就是不断认识自己，然后我怎么去影响别人，然后我怎么去影响团队，然后相对的团队也会去影响我，然后也让我第二点就是我在引导别人的同时，我自己也是在一个反省的过程，也知道让我自己知道说什么样子是做不到的，或者是什么样子做不好的，或者是什么样子别人觉得我做得很好，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还好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就会让你更认识自己，以及别人怎么看待你这样子一个工作内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学习下来，这前面两点是我印象真的很深刻。那第三点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4D 的 model。那这个 model 其实之前的我记得上个月吧，上个月有在敏捷的社群里面有人分享过做 retrospective 的一个分享，他用了很多方法，然后他用了像很多像事件卡，他可以在一个敏捷的一个 Spring 里面，然后去
去让参与者在每一个像比如说像 Spring Meeting 啊，或者是在什么样子的 Meeting 里面，然后去做说他的事件卡，是他觉得这样子做下来，他是在这个阶段他是感到开心的，感到难过的，还是他真的很不爽？那每个人都投票出来之后，做retrospect 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在整个流程里面有哪个环节是很容易让大家很不爽，那这个就是可能必须拿出来讨论的地方，那也更容易聚焦说大家的问题点在哪里。因为有时候可能一下子下来变第一个大家敢怒不敢言，或者是有些人做得很开心，然后有些人同时间有些人可能做得很痛苦，所以是不是资源上调配的一个问题，或是什么，也可以从这个一些事件卡里面去找到问题点，然后拿出来讨论。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好。